Transformer， 哇！喺动漫节嘅会场，玩具 TV 即场介绍一啲新嘢啊！嚟到呢个 TA 嘅单位，又叫啲头先啲好爆、好震撼嘅嘢，就系咩咧？18寸嘅 Megatrice。哇！之前嗰只我拍文已经好爆咯，今次轮到麦加登系真系点样嘅咧？或者麦加登个样咧，其实系做得好靓嘅，即系你见到咧，头先我哋嗰、那个Arkham Empire 咁啊拍到咧，就系佢样本身系好似做得好好啊。咁同埋咧就系、是、成个造型咧都系非常之好霸气咯。咁啊加上咧佢对眼咧其实系有红灯，而佢支炮咧系紫灯嘅。哇！今次支炮又系有灯啊，正喎、哦。系啊，佢支炮仲要系紫灯嘅，咁而且佢系超过同呢个 Opperman 一样咧，就72个关节以上系喐得嘅，咁即系见到手指所有位都喐得。我见呢个麦加登真系好俊俏个样，好笑麦加登系咁靓仔嘅 ，Suma 个样啊，应该系即系佢嗰个造型系成个样咧，嗰、那个外观系做得好好，即系通常做麦加登个样都做得麻麻地，啲起岩残，但系佢呢个做得非常之靓。系啊，咁佢之前公布咗黑色嘅 Opperman 啦，我谂呢个麦加登咧可能都会有其他个别色，会唔会咧？咦，呢、這个唔知道啊，要睇下问下话，问问话事人啊。但系喺呢个麦加登嘅后面有啲更加爆嘅嘢。好啦，咁啊 ，Cammy 就跟住我哋走啦，麻烦阿 Brian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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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，跟住就见到咧就系、是。game 版嘅 Opperman， 咁基本上就系、是、如果有开玩开 game 嘅 Transformer 咧，嗰啲粉丝就会知道系好似系 PS3 同埋 PS4 里面嘅 game 系有呢只叫做FOC 嘅 Opperman 嘅。系啦，咁佢呢个咧就系喺斯比顺星嗰个未来嘅造型啦，咁佢仲会有把剑喎 ，Opperman 好少有剑啊，真系。把剑系非常之大嘅。把剑系非常之大嘅，同埋佢嗰支枪咧，你会见到系多咗个啲能量槽嗰啲咁嘅嘢，一个储能量嘅嘢喺前面。我见嗰啲肌滑嘅肌肉嗰啲机械嘅黑线咧，佢明显比普通嘅 Opperman 多好多，同埋条腰咧多咗两个油压，多咗两个油压嘅条腰嗰度会见到系，咁啊令到佢系嗰个感觉系更加有呢个机械感，仲有膊头咧，你会见到啦。以个膊头嘅关节系成个一大膊头嗰只可以扭动得到嘅，咁但系呢一个咧其实是一个试版嚟嘅，咁佢哋系考虑中系啦，咁所以冇同麦加登嗰啲唔同嘅地方就麦加登咧，其实佢系今年嘅2017年12月就有得发售嘅，而呢个咧只系一个试版嚟嘅啫。哦，其实最重点咧，我觉得应该收下佢背脊啊。系啊，因为未来版呢一个 Opperman 咧，佢个背脊嗰、那个嗰六个蛇喉咧系好鬼型啊，超型啊，真系好粗嘅，好粗啊，好粗。同埋咧，佢啲碌咧都即系好靓啦，嗰啲 timing 都做晒出嚟嘅。系啦，会见到啦，个碌咧好 detail 噶。系啦，咁我哋慢慢 pan 落去啦，咁啊麻烦阿 Brian 慢慢 pan 落去啦，咁啊仲有啲喷射口啦、碌啦，咁你见到同呢个 TV 版好明显嘅分别，而且如果自己玩旧化呢种都应该会好正。系啊，呢、這个真系非常之期待啊！希望佢真系推出啦、啊、呢、這个。系啦、啊，咁前面嗰只咧，头先睇翻嘅麦加登同埋呢个 game 版嘅 Opperman 嘅两只嘅对比啦，佢哋系背对背嘅，咁你会见到个比例啦。咁前面就系当系 T1， 即系嗰个 Transformer 嗰个造型啦，后面就一个 game 版嘅造型，你会见到个 size 个比例。哇，好开心啊！因为见到咁大只嘅呢个变形金刚嘅系列。我担心咁屋企已经有只红色 Opperman， 边度仲有位摆呢两只嘢咧？放心啦，其实一只红色 Opperman 系唔够嘅。其实今日嘅会场里面会有只黑色版嘅狂派 Opperman。系啦，咁样咧，我哋不如入翻镜啦。系啦，系啦，咁样今次咧，黑色 Opperman 就摆咗试版出嚟啦。咁佢就一反呢个红原色嗰个 Opperman 咧，佢系今次系狂派嘅，同埋呢个黑色同埋绿色、金色嘅配搭咧，我觉得个通系几靓嘅。系啊，咁仲有见到个多咗样咩咧？就系膊头有个狂派嘅标志嘅。啊，同埋嗰个 Matrix 咧，今次呢个系红色灯嘅，而Opperman 只眼都系红色灯嘅。咦，咁啊，即系会系完全系一个入魔版嘅 Opperman 喎。喂，但系我真系觉得呢个仲再靓过红色好多啊！真系好恶啊！呢只真系。系黑色嗰个重量感咧，系更加顯得到嗰個 size 個霸道，同埋本身嗰個造型咧，係同以往嘅Transformer 嘅玩具係唔同，就係話佢呢間公司嘅選擇嘅比例咧係比較粗壯嘅，即係漫畫版少少，但係我自己本人就喜歡漫畫版嗰種粗壯感嘅。係啊，仲要係咁大隻，
居然都系都系仲系卖千零蚊，真系我都唔知佢点样计条数出嚟嘅。唔系呢个已经系屈晒机啊！咁啊嗱，如果想喺现场睇嘅观众，咁你听日记住嚟 T A 呢个 booth 啦。咁 T A 嘅 booth 咧，隔篱咧 partner 住咧就系呢个 Big Boy Toys， 咁亦都会见到街霸嘅嘢嘅。咁系啦，买。同埋后面我见到有单阿穷，好似一阵间有啲劲嘢会喺度嘅。会仲有啲嘢。咁我哋应该会手快噶啦，尽快啦，一 set 好就又即刻过嚟拍噶啦。系啦，好啊，暂时去到呢度，唔好走开啊，阵间仲有嘢睇噶。我想補充兩句，剛才那個麥加登呢只是賣1280元，如果沒有看錯呢就是我看個牌啦，1280元，正式發售日期呢就是今年的12月的，是啊，很誇張，2013年12月，這個價大家真的，我只是貴了柯柏文100元而已。有什麼說啊，見到這價錢，但其實我覺得佢好似高少少添啊，咁啊而家係屈失咗噶，佢企直咗咧，應該企高過後面嗰個柯柏文嘅。唔知點解我印象中，我永遠都覺得係麥加登係大隻過柯柏文好多。係啦，希望佢快啲推出啦。啊，最後俾啲牽示大家，一陣間咧晏少少咧，我哋會影單日狂有啲勁嘢會公布喎。咁暫時買關子先，一陣間咧小弟咧會帶大家去揭秘嘅。換句 TV 報道咧。是不是到這裡？暫時到這裡，暫時到這裡，不要走開，等一下還有的。